当你望住一样嘢望得耐嘅时候，佢就会开始变得陌生。呢个城市，呢座大厦，呢条街，街上面嘅人，甚至我自己。后来有把声同我讲，当你凝视深渊时，深渊也在凝视你。这个是香港开埠以来历史上最有名的连环杀手，网友叫他做将军。根据过往的资料显示，所有的受害者都是成功逃脱法律制裁的罪案嫌疑人。直到现时为止，已经有3名香港籍男子遇害，他们每个人都会在死亡之前的24小时都收到死亡预告，就算想走都走不掉，最终难逃一劫。现在距离香港地产富商林冰的死亡预告剩下不够半小时，究竟香港警方能不能够保护到林冰，并将将军绳之于法？全香港都关注这件事。 Madam， 还有半个钟就到死亡预告时间，我们还放不放你啊？放，一定要放。我们过紧嚟噶，过紧嚟噶啦，泽哥。总部拖爆我哋啦！全城人围剿紧将军啊！你喺度追人哋军，你点啊？将军保呢一个叫做孕妇担忧，你同 Madam 讲，叫佢唔好嘥时间。一个真正嘅捉棋高手，唔单止要睇穿棋局，仲要睇穿对手。你知唔知咩叫对手？我成日都输，我唔玩啊！捉棋要赢啦，靠食脑啊，唔系发脾气。记住啊！收到，通知 SDU 两常即刻去现场增援。林生，我哋而家同你去另一间安全屋。你哋系咪掂噶？唔掂就出声喎。抵唔抵死唔系你决定嘅，法律真系可以代表到正义，你都唔可以，你投降啦！我系唔会投降。小心！
你敢会输的。你都不敢望住他，他就是敢望住你。竹棋是同人竹，不是同张台。咁咧，你捉啦。出四平五，四六进五，黄和局，重新开局啦。你使唔使唞下？你病人嚟噶，你都系。你哋两位都系病人，唔该两位翻病房。女朋友，咁都睇得出你做边行噶？下次话你知啊，啱啱识噶。下次话你知啊。乖啦，先生，你都够钟翻病房噶啦，你都系病人。哈，车家伟、马俊，扎家仲裁，扎家仲裁。Cellular memory。呢位 Robert， 美國人，28歲，118公斤。呢幅相係佢手術後16個月影嘅。呢一位都係 Robert， 68公斤。張相係佢做手術前3個月影。大家唔好誤會，佢唔係做增肥手術，佢只係換咗個心啫。呢一位是心臟原本的主人阿 Tommy， 他死於腎衰竭，死了之後將心給了 Robert。 這一樣是 Tommy 生前最喜歡的食物。咁其實我都幾喜歡。美國有位心理學家加里舒華茲，他曾經做過一個這樣的研究，他說有10%的器官移贈者是會繼承器官捐贈者的口味、思維以及行為。原因是細胞有齊曬人體基因所有的資訊，這些資訊在器官移植的時候很可能去到新主人的身上。所以 Robert 他不單止繼承了 Tommy 的心，他還繼承了 Tommy 對薯條的熱愛，由68公斤涉到118公斤。车教授，我哋系上你嘅犯罪心理学，做咩要同我哋讲器官移植啊？如果你移植咗一个连环杀人犯嘅器官，你估你会唔会变得想杀？嗯？听日再继续啊！好講啊！咩啊？又係你心理分析？盲嘅都睇到啦，使乜心理分析？係常識，得啦，唔使講。有嘢揾我，得啦，唔使講。將軍，係你唔好次次都係咁得唔得？俾我講完先啦。警方已經封鎖媒體唔俾講噶，你咁都知道？你算命噶？定係做卧底啊？嗱，呢個真係心理分析，但係而家唔講住，我驚你唔明。得啦，唔使講，我會幫你，但係有條件。Madam， 你日日走嚟烦我都唔系办法噶。我想翻重案组。我同你讲埋最后呢一次，调你去档案室系上头同医生一齐嘅决定。你换个心噶，我俾你留喺警队已经系帮到你最尽啦。我好翻晒噶啦，你叫我每日做文职，我仲做唔嚟啦。做唔嚟咪唔好做咯。如果你再咁煩住我嘅話，我包你連文職都冇得做。Thank you.
覺得馬俊是最適合的人選。麻企啊！啊，呢个唔算，当我骂你。你哋想知我推测啲乜嘢？凶手嘅杀人手法同将军一样，所以你哋揾我。我俾个十分你。马俊，车家伟教授，犯罪心理学家，系呢单 case 嘅顾问。高明栋，国际刑警，系呢次专案组嘅负责人。我睇下啲资料先。林冰，冇错，系今朝嘅命案，死者就系林冰。警方喺凌晨收到一个死亡预告，但系唔够三个钟头咧，佢死咗。而且喺亚洲唔同嘅地区，亦都发生咗两单同类型嘅案件。马 Sir， 你敢唔敢接啊？如果破到案，我希望调翻去重案组。獎勵是對人最好的動力，係咁話啦。你都冇應承咗啦，歡迎加入。Thank you, sir。大家仲彩？呢度好难截车，我送你啊！点解要系我啊？你双手揸太盘，速度限制50离开40零，你根本就唔系咁稳阵嘅人，你一定好想复职。当差就梗系想捉贼噶啦，唔通喺屋企煮饭咩？因为将军，我捉得一个就可以捉埋第二个。哈，咁咪啱啦，我冇睇错啊，介啱人啊。麻烦喺前边嗰度俾我落。话时话你头先讲嘢咧，我真系以为系将军。话晒我系犯罪心理专家。哇！我好耐冇食过火锅啦，好肚饿啊！鸳鸯锅，咩？滚咗未啊？差唔多。嗯。食饭啦。好食。做咩？你食辣嘅咩？我梗系食辣噶啦，我不嬲都食辣噶。我好似唔食辣喎。唔紧要啦，变咗咪变咗咯，唔使逼自己喎。中意食就食多啲。变咗喎，林镜。人梗系会变噶，唔系变坏咪得咯。Happy birthday to you. Yeah. Daddy.
我知道你最好的。哦，你现在才知道。我喜欢了这只手表很久的。妈咪，你怎知道的？只要你开心，你来做什么都无所谓。哇，那我呷醋了。那我说过了，只要大家开心，你来做什么都无所谓的。OK？之前在亚洲发生的两宗案，第一宗发生在两个月前。前香港东区医院院长高士仁在台湾桃园别墅被人割喉，死的时候咬住一只水晶象棋。一个月后，马来西亚首富拿里波南死在家后院，死法一样。第三个死者就是林冰了。根据三个地方的警方报告，发现无论是死者的致命伤，又或者凶案现场的水晶象棋，跟将军的犯案手法一模一样。不过将军在一年半前死了，所以暂时没有什么新线索。这三个死者曾经都是被人告过上法庭，但是都告不入。罗宾汉精神，凶手跟将军一样，以为自己是超级英雄。但根据资料显示，将军他没有同党，没有结过婚，没有兄弟姊妹，父母也都死了。我想不是同党，是新将军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个凶手没那么快收手，我们要快过他。来到这里大家还没问题？有问题？行吧。连一百年都冇停过嘅钟楼，都俾将军整停。四十五米高度吊死者，香港著名景点，又唔似系佢嘅作风。唔会系巧合，一定系专登。佢一定留低咗啲嘢俾我哋。这句话是尼采说的，他的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你被邪恶吸引住，你都会被他影响到变得邪恶。这么说就是将军觉得自己代表着邪恶了。喝醉了的人就不会说自己醉的。他写你两句说话的心态是想说自己是个超级英雄，来这个世界清洗邪恶。这一张是鉴证组同事在钟楼找到的慈善宴会邀请函，时间今晚七点半。这个应该是下一个死人地点，他比较预告我们，希望我们接近上门。好了，为了不影响宴会的进行，今次的保护行动会以监控为主。我会安排重案组叫他扮成侍应，会分布在 ABCD 四个位置，剩下的六个出口就交给 SDU 的两 Sir 负责，清楚没有？ Yes madam。主角含春咁仲唔系沟紧女？识咗个女仔，咩嚟噶？五个月月日时分秒，系咪好劲啊？好详细。喂，仲有，我研发咗个新 app， 呢个嘅未到啊。
未到啊。呢个系啲合成 app 嚟噶，你咧可以系咁换唔同嘅人头噶。想唔想试下 Madam 个头？听日试俾你睇，我做嘢先。喂，嫂。我明晚可能会夜少少翻嚟，我约咗个心理医生，啊，听你讲去 check 下啦，好冇？约咗个心理医生，我咧讲大话都几叻，讲大话有个基本原则。三分真七分假，一是对女人，一是对上司，啱见上司一定是女人啦。哈，医生，你唔讲大话嘅，我而家唔得闲听你电话，留口信俾我，我尽快复你。讲大话都唔系最差嘅情况，最差系冇嘢好讲。我看过今晚嘉宾名单，目标应该会集中在韩国金融巨头金海镇、东南亚石油贸易老总尹老和新加坡邮轮 CEO 方秀平。方秀平仲要是今晚慈善晚会的发起人。那你觉得哪个可能性大一点？我不知道，我只是觉得今晚很大镬。目标人呢？大部分已经疏散，只未找到方秀平。快啲！嚟，唔该，唔该。大家跟我嚟啊！有冇事？快啲！勾住佢。点啊？冇事嘛？阿丹，交俾你。一路向前行啊！一路向前行，唔该。呢边。
多謝你。唔使多謝我，杯茶呢啲火幾真嘅。多謝你救咗我。你唔捨得住啦，我哋要擇日重賽喎。死者是新加坡海軒郵輪董事長方秀平，死亡原因割喉，死亡時間大概是昨晚火警之後15分鐘左右。至於疑犯是假扮保安，潛入間酒店度，再在廚房度放點火器，趁住人群混亂殺害死者。我昨天見到將軍，我昨天見到個保安是將軍，但是馬石。其实我都 double check 过将军蒋晓君的出生和入学记录，蒋晓君一直都是第一个人，没兄弟的。喂，唔，会不会有人特登整条整到将军？有咩人会整个连环杀手的样子？唔系啦，我 check 整容医院嗰啲记录。喂，今天见你唔好舒服，不如唞下。我冇唔舒服，我知道我见到将军。马Sir换咗个心，唔系换咗个脑，是不会影响判断能力的。系喎，咁即系冇嘢啦。冇嘢最好啦，系咁做嘢。马石，琴日你救咗嗰个女仔，话送俾你噶，有个蛋糕，有件外套，佢话多谢你。唔该，我唔识佢。皱眉要用16条肌肉，笑呢4条都得啦，可以笑多啲啦。我最近成日都有幻觉，好似头先咁样，我会突然间自己入咗去。你嘅意思系，你觉得见到将军系幻觉？我唔系见到将军。我看到个女仔，昨晚救那个。你看到这个女仔之后，你整个人的精神状态都改变了。我只是有种直觉，我不知道在哪里见到。我直觉是要信的，但我知道你是很讲逻辑的人，但直觉是动物求生的本能，所以有时直觉比逻辑更準確。都會有支煙頭嘅，我都覺得奇怪。五星級酒店都唔係食煙嘅啦，仲要係員工喺廚房度食喎，實俾人炒啦。誰話佢？找到啲咩啊？凶案现场，厨房嗰度揾到支烟头。卓哥，通知高 Sir 啊！啊，冇事啊嘛？我冇事，你拉人啊？有冇药我帮你攞？喺茶水间。
OK。点啊？咩环境？高 Sir， 我哋已经包围咗上面。OK， 上啊！Go go go go！ Shit！ 俊哥，马 Sir， 咩料啊？冇料到。琴晚疑犯喺唔在呢套？喺呢套。第一件我都證明不到啲咩喎，咁如果加埋呢樣嘢咧，你點睇啊，教授？食咁多煙，遲早都死。嗱，姐姐，我要曬呢度附近嘅閉路電視記錄，做埋家訪，全面搜查。Yes sir， 你個鑑證嘅同事過緊嚟蒐證。OK， 收隊。你咩事啊？冇事。我问你咩事，唔系有冇事。你好似避紧我啊，车教授。男人要面唔舒服，唔想俾人知，好正常啊。你明噶？真系冇事。下次话你知。点啊，俊哥！今日行动仲有边个知道？转动咗所有人咯。头先台面杯水仲系乱嘅，凶手应该唔系走咗好耐。你话有内鬼？你找我是不是有什么事啊？
点解你留张卡片俾我？我都唔知啊，我就系想再见到你。点解？你唔想见到我咩？唔想你都唔会嚟揾我啦。我哋之前喺边度见过？应该就系嗰一晚喺酒店嗰度。除咗呢一晚，你有冇去过一间喺海边嘅咖啡屋？其实有冇见过又有咩所谓啫？食嘢咯。去哪里吃啊？去前面吧。麻烦。麻烦。你很喜欢吃辣的？他喜欢吃。他是谁？对不起啊，惯了这么叫。如果你唔食辣嘅话，你可以嗌其他嘢噶。我以前真系唔食得辣噶，而家得啦。你真系好似佢，我嘅未婚夫喺结婚前一个礼拜死咗。我去过海边嘅咖啡屋。在那里他向我求婚，我还感觉到他仍然在我的身边。冻晒噶啦，唔好饮，我帮你整翻热气啊！咁夜嘅，我今日揾到呢粒药，你听日翻工帮我查下。好，我听日翻医院，查完就打俾你啊！你唔使理我做嘢。卓哥，学到嘢喎，迟咗五分钟啫。查成点啊？哦，按你意思去查。喺年半前，成个亚洲范围里面的确有两单案件同将军谋杀案好类似，一单咧缅甸，另一单澳洲。不过嗰时候我系锁定咗将军喺香港，所以冇办法咁样连埋嚟查。就当那个是台湾、香港、新加坡、马来西亚、缅甸、澳洲。
咩噶？呢个系七星聚会奇功。如果我冇估错嘅话，呢一个先系将军最终嘅目的。用呢一个局杀死七个人，而家仲争两个。最奇怪嘅系，台湾嘅高士人系唔应该喺入边。即系点啊？喂喂喂，俊哥去边啊？高士人医院啊，俊哥。请问院长喺唔喺度？我啱啱先翻嚟，唔知。咁我点样可以揾到院长？唔好意思，我仲有好多嘢要做，帮你唔到。喂，阿俊啊，你昨晚叫我查嗰粒药，佢系针对换肝手术之后放置排斥嘅。我翻嚟食饭啦。你讲咩啊？我同你讲紧嗰粒药啊。佢未放工。喂，阿俊啊，俊。喂，点啊，俊哥？仔仔啊，揾个冇人嘅地方。讲得。你帮我查下车街位嘅医疗记录。唔好问，总之唔可以俾人知。OK。马俊，我有啲嘢揾你。车教授。唉，唔系择日重赛咩？我细个嗰阵咧，我将最好食嘅嘢咧系留喺最后先食嘅。咁你高手过招，梗系择个好日啦。我一定会等嗰日嘅。揾我咩事啊？你唔系想知我啲嘢咩？你一定会话你冇事噶。哈！啊！我同你一样，你换咗个心。我换咗个肝，第三期肝癌，一系等死，一系等个肝。我好多嘢未做，又唔舍得屋企人，你明噶？明白，我哋都算系死过翻生。我一路好想同你讲，好难得揾到个人同病相怜。同病啫，未相怜啊？有冇排斥？手术好成功，心理呢？sorry 啊。喂，喂喂喂，俊哥，喂，我唔食啦，我同车教授食紧嘢啦。我 check 到啲嘢啊，车教授上年三月嘅时候患咗肝癌三期，同佢主诊嘅医生系高士人。明白。翻嚟倾，有啲研究话换咗心嘅人系会继承咗心脏主人嘅感情。你讲嘅系器官记忆。你做咗手术之后，有冇感觉到以前一啲冇感觉到嘅嘢，或者觉得自己唔同咗？你呢？生理上边器官严重排斥系会死。作为一个朋友，我必须话俾你听，接纳是解决心理问题的最好方法啦。唔接纳会死的吓。你接纳咗啊？啊，唔系，我最近都有啲变，我突然之间好中意食辣。哈，咁你而家冇食得辣？食又得，唔食又得，我控制到。
我想我刚刚解答到心渊那句说话。你不用想，你不就是心渊吗？深不可测，是吧？各位香港的市民，我是将军，我在地狱犯，就是要惩罚这个世界的罪。我下一个目标就是泰国石油奸商卓兰。马俊，你赢过我一次，不如我们捉多一步，一铺定输。如果你可以在我下次杀人之前拉到我，我就翻脸。否则你们记住，是马俊害死那个人，他还会害死更多。三个钟头之前，我们收到泰国警方的 confirmation， 卓拉隆收到死亡预告的旗帜，而他明天会为他家族进行一场祈福会，估计将军会军事入手。我们可不可以叫他取消的？我们警告了他，但他坚持有佛祖庇佑，多几个将军都不怕。因为这样封起街道，他轻埋啲交通灯，我唔信佢咁都飞到入去。我唔赞成封街，我觉得警方应该乜都唔好做。马俊，我系执行紧任务嘅。我知道，记唔记得人夫吞钩？边个破到呢一局，就睇下边个先上吊。我唔赞成，你上次争啲冇命，我哋警察唔系超人。我同意马 Sir 嘅意见。自从新的将军出现了之后，我们骑虎难下。卓立龙死，我们输。但不会新将军都是我们输。所以今次要赢，一定要是双赢。但是我觉得这件事。所以 Madam， 怎么计都好，人命一定紧要过输赢。今次将军想让你出来，很明显想报复。所以今次 operation 要来香港。Madam， 我希望仔仔龙教授可以去泰国帮我协助泰国警方。嗯，就是这样，我才应该去。No， 冇得倾。马俊不出现，将军可能会改变计划。不如教授，我已经决定了，今次是国际刑警的 case， 马俊你留在香港。Understand？ Yes sir。冇问题啦嘛，系咁。你看不到吗？什么事故事？上回去放大继续去。好听，为什么他会在这里？ Sorry sir， 为什么他会在这里？当时跟我打人情况没办法。 Shut up， 现在叫他立刻上车。 Now。 Yes sir。俊哥，高叔要你即刻上指挥车。我是力道家的，不用理我。高叔说要你即刻啊，俊。理我啊，马俊，你这样会破坏我们的行动啊。高叔，是他们。谁？阿龙帮，他最大的仇家。如果现在被他们牵住就大王。马俊，你上来指挥车，我下去夹走他。今次了，叫佢翻嚟 ，OK？ 谢谢，都困啦喎。车教授，咩环境啊？马 Sir 离开咗现场位置，
你将呢一区嘅地图缩细啲。知唔知个棋盘啊？七星聚会棋局，将军可能透过七星聚会棋局嘅报告去杀人。泰国嘅位置就系七星聚会入面居嘅位置。高 Sir 拦截路口嘅路线啊！通知阿高 Sir， 我打俾马 Sir。马俊。想办法通知高 Sir 改路线。凶手不明，要截住卓立龙。如果高 Sir 一改路线，可能以后冇人捉到他。人命攸关喎，就是要惩罚呢个世界嘅罪。我下一个目标就是泰国石油奸商卓立。马俊，你唔好乱嚟。又见面啦！你系哥定细佬？我哋系孖生兄弟，根本系同一个人。我哋两兄弟喺大陆只可以用同一个户籍轮流翻学，所以做咩都一条心。你放咗佢陪你玩？睇嚟你仲未知道我哋嘅信念。你要报仇揾我，放咗佢。我阿哥是我这个世界唯一的亲人，你杀了他，这个世界就是地狱。根据目前所掌握的证据，我是警方已经确定
将军国际连环杀人案已经破案，唯一凶手蒋晓东，亦即系绰号将军蒋晓军嘅孖生细佬，喺泰国当场死亡。另外，国际刑警高明栋先生喺今次行动中不幸殉职，我哋香港警方对此表示最深切嘅哀悼，并且感谢全体警员对呢次行动所付出嘅努力。查到咩 ？Sorry， 我 check 过晒蒋晓东嗰啲时间，你睇下。高士仁被杀嗰日，蒋晓东唔喺台湾。你点知？仲有咧？仲有，我 check 晒专案组所有嘅人出入境嘅记录。喺高士仁被杀嘅时候，唯一一个喺台湾嘅，车家伟。你肯定？我肯定系佢。咁點？使唔使通知咩特？我哋自己揾證據。阿 Sir， 阿俊，你嚟得啱啦！我哋咪 book 咗今年除夕嗰陣去遊輪玩嘅，睇下啲飛攞咗啦。係，我哋唔講呢個住，對唔住。我想你幫我 check 下呢個人。唔该你。我真系以为系将军，话晒我系犯罪心理专家。阿直哥是要信的，虽然我知道你是一个很讲逻辑的人，男人要面不舒服不想被人知道很正常，你明白吗？生怎样？跟你说的一样，找不到车家伟的移植记录，说不定是黑市换肝，照时间来推断，我怀疑他的肝应该是将军的。你肯定？八九成是的了。你看看这个是康复医院的记录，他刚刚来的时候产生过器官排斥，后来还因为心理问题转院。什么心理问题？潜在的暴力倾向，他在梦游的时候对他老婆有暴力行为。我知道了，唔该晒你。你走啦。
紧嚟噶啦，我啱啱先清洁完，可能要迟少少。啊，唔好意思啊。高士啊，我换咗个肝之后真系好唔妥。喂，你搞清楚，如果唔系我救你，你一早已经死咗噶啦。我为咗你呢单嘢，而家仲着紧草。你到底换咗个咩人嘅肝俾我？将军个肝咯。将军，你知唔知我差啲碾死我老婆？你碾死边个关我咩事啫？你是我哥的朋友，那就吃了。这个是车教授，他会帮到你。你看我，他发了，我连跟他说话的机会都没有。食咁多烟，迟早害死你。我而家唔得闲听你电话，留口信俾我。记唔记得我点同你讲？要相信你自己嘅直觉。
坏咗嘅器官唔留得，会拖累全身。小东出咗事，系马俊杀咗小东。亲手杀死晓东嘅就系马俊，亲手杀死将军嘅都系马俊。中意咗佢，你话有好紧要嘅嘢揾我，唔使急，饮埋杯茶先讲。四年前，我啱啱大学毕业，一个人去台湾环岛游。不知架车在郊外坏了，周围一个人都没有。在我做绝望的时候，他出现了。我见到他第一眼，我就知道他就是我一直等的那个人。之后我们开始拍拖，在海边的咖啡屋，他教我捉棋，我整了很多不同的蛋糕，陪他吃他喜欢的麻辣火锅。直到有一天，他向我求婚。我的未婚夫就是将军，是你，是你杀出的。我们是命中注定的。奋不顾身地捉坏人，他奋不顾身地维持正义，而我呢，就奋不顾身地爱。你真的好像他，为了他，我可以什么都不要。
再见。带佢走。帮你问咗呢个发现先。Yes, madam。第三期肝癌，一系等死，一系等个肝。我好多嘢未做，又唔舍得屋企人。爹哋，我知道你最好嘅。嗱，只要你开心，爹哋做乜都冇所谓。系，请问有冇见过二姐呢两母女啊？哦，阿叶小姐同个女啊嘛，今朝走咗咯喎。去咗边啊？咁又唔知喎，佢急急脚咁攞住两个箧咁就走咗啦，都唔知系咪犯咗事。犯咗咩事？我估噶咋，因为之前有个阿 Sir 揾过佢哋。我阿 Sir 就喺度。唔该。我老婆喺边？我点知呢？你到底同佢讲过啲乜嘢？你都系继承咗将军嘅暴力，先至会对你老婆咁嘅啫。你敢话你对陈双鱼冇感觉？我同你唔同，你同我系一样。我唔会杀人。更加不会为了掩饰去杀更多的人。但是陈双鱼死了。陈双鱼是你杀的，不关我事。其实我真的很佩服他，他的死成就了很多。你癫的。我知道你不会告诉我我老婆在哪里。我跟你捉最后一盘棋。什么意思？你出到来的，你不知道什么意思。
伙计。手足几点啊？十一点半。网友，对唔住兄弟，开快啲。亮灯仪式，现在有请 GBS JP 张东瑞博士主礼。开快点，好塞车。现正被通缉，被列为极度危险人物。个炸弹点拆？择日重赛你都咁迟嘅，你得翻十分钟。个炸弹点拆？唔好急，急就乱。乱就输，我哋呢盘棋啱先至开始。你睇下嗰边，你估嗰度有50,000人定系100,000人啊？点先可以收手？我想你答我一个问题，你觉得自己行错咗边一步？我最初就信咗你。你最错嘅系你太相信你自己，你以为你自己维护正义。张东瑞呢班咁嘅人。在东南亚还是的童工法律对他起了什么作用？可能法律真的没有用，但是你要制裁坏人都不可以滥杀无辜。那你个女子高明度和陈相宇啦，马俊，你只是撑一步生一步，我们就一起替天行道。我讲多一次，我和你不同，我是警察。我当然是和你不同啦，我对付的是坏人，你害死那些是好人。他们来找你的。今晚这么热闹，请多位嘉宾一起玩。有很多人很怕选择，是因为当选择的时候，他们会面对真正的自己。当我蒋晓东送呢份礼物俾我嘅时候，我就马上谂到由你嚟做个了结系最适合。阿哥一
定会好中今年嘅烟花。一系坏人，一系你爱嘅人。嗱，你拣一个，我就输入密码救另外一个。如果时间到，你又拣唔到，咁佢两个咪砰咁咯。仔仔，你电脑天才嘛？你可唔可以整停两个炸弹？天才都有时间噶，我而家咁样停到个炸弹嘅时间太短啦，我最多系卡咗个遥控装置，等佢唔可以提前引爆。我输啦！呢个局你赢，莫秀，冇事嘅莫秀。莫秀，冇开枪，你拣唔到，我咪帮你拣。马俊，系啊，杀咗我咪唔知密码咯。你做乜嘢啊，马俊？你做乜嘢啊？你系咪傻咗啊？啊！你杀咗十万人，十万人啊！我真系唔明，我咪讲咗个密码俾你听嘅咯。啊！择日重赛啊嘛，咁你都谂唔到？择日重赛，今日几多月几多号啊？12月31号。哎呀！我觉得你真系黐咗线啦，已经。我恭喜你啊！我觉得好感动。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 ，Happy New Year！ 你
我唔求你俾我救10万，你俾我救一个，呢个局你赢。马 Sir 想我喺倒数前10秒嘅时候切断炸弹遥控，然后制造屏幕上面环球城爆炸假象。我咪讲咗个密码俾你听嘅咯，择日重赛啊嘛。我信你，救护车度有微型通讯器。12月31日，密码系1231。马俊，做得好。你有电话喎，我个女，系点啊？礼物翻去要即刻做功课。车太你好，你是琪琪，我是重案组马俊。关于车救的教授的事，我想麻烦你。吓，你见过我爹哋啊？佢而家喺边啊？冇礼貌噶，你琪琪，佢唔系有咩事啊嘛？唔系，教授最近有几单大 case 喺手，好忙，行唔开。佢本来想亲自俾两张邮轮飞你嘅。我都讲咗，爹哋唔会唔记得我噶啦。真系佢送嘅。妈咪，我要打俾爹哋。不如咁啊，等到你哋落咗船之后，再打电话俾佢，俾个惊喜佢，讲 Happy New Year。爹哋，爹哋，你仲喺度啊？喺度，爹哋喺度，你讲。爹哋，其实咧，我想话你知。你在哪里长点什么，你都是我心目中的 superhero。 I love you。 I love you too。 妈咪都在这里，她都要跟你说。妈咪，各位新年快乐。新年快乐。他们说找到你的时候你很镇定，为什么？你知不知道陈双鱼是怎么爱将军的？是怎样？他为将军好好地生存，而且保持信念，就是因为他一直相信将军的心会一直为他跳动。我也一样，我相信你。今次我唔俾人，我哋自己上。好。捉棋系同对手捉，唔系同个棋盘。你唔敢望个对手，咪输咯。都冇话佢赢。
将军。将军死咗啦。你冇棋啊！俾你赢咗，你未系再嚟过？知样系咪咁重要？系。车家伟、马俊、扎格仲裁、扎格仲裁。